收购卡通动画频道时，经理是他拟定了两份合约，从中间获取差价。却把这个当作江会长足以退出负责人位置的镇北书师，你卑鄙无耻！你对我来说是恩人，你要我这个老太婆让秀贤的妈妈改变她的想法吗？妈，媳妇的人生，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未来综合台。